拉着线圈飞到美丽的音乐故事天空，我们要出发咯。觉得我长得像谁呀？你就像你自己啊。不是，我在问你，我长得像爸爸还是长得像妈妈？你长得像你的爸爸也像你的妈妈哦。或者你觉得你想像谁呢？如果别人说我很像爸爸，我就会很开心。哇，就是阿姨发现哦，不只是小帮手这样，有很多的小朋友也会希望别人说他们像自己的爸爸或妈妈，动物世界里头也是，所以就有诗人把这样的心情写成了诗。我们就请小帮手分享今天的经典名句。Little elephant, what a long nose you have. Sure it's long, so is Bobby's. 小象，小象，你的鼻子好长呀。对呀，妈妈的鼻子也很长哟。Little elephant, tell me who you like. I like Bobby, I like her the most. 小象，小象，你最喜欢谁？当然是妈妈，我最喜欢她。像妈妈还有爱妈妈的心情写成了诗。这首啊，是日本诗人川道雄先生用简单文字非常贴切的把小孩子喜欢爸爸妈妈，还有小动物喜欢动物爸爸妈妈这样的心情，也就是如沐之情写了出来。谢谢收听红气球好朋友。It's time to say goodbye.